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立好利哉，我是静怡。今天呢，首先在这边呢，先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新春愉快，狗年行大运，好运旺旺来，恭喜恭喜。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非常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苓雅区卫武里的里长邱秀明邱里长。里长你好。静怡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苓雅区卫武里邱里长，在此跟各位观众朋友拜个年，恭喜恭喜，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过年行大运。哇，我们今天里长真是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新春。对对对，那我们呢等一下就要跟里长好好的聊一下卫武里最近的改变。是。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卫武里的小档案。苓雅国际街头艺术节有非常多壁画坐落在苓雅区的每一个角落。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这次的壁画最主要就是坐落在我们的卫武里嘛。那我们首先呢，先跟着里长的脚步去看一下这些壁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区里小特派静怡。今天来到的地方啊，可是被称作是开放式的美术馆。什么是开放式美术馆？我们就请这里的里长邱秀明邱里长来帮我们做介绍。里长你好。静怡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想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开放式的美术馆啊？哦，所谓开放式美术馆，就是说你进到了卫武苓雅村之后呢，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亮点，你随便转个弯就遇见这个非常特别的国际艺术家跟国内艺术家他们的彩绘创作，所以呢，每一片墙面呢，它的创作呢都非常的美。所以呢，仿佛你走入到一个美术馆一样，可是这个美术馆就是特别不一样。你这样子在整个社区这样走动，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艺术之美，可以欣赏到艺术家他的创作。哇，里长，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哇，这幅超大幅的壁画，帮我们介绍一下。我这旁的那这一幅新的刚出炉的那个壁画呢，是有一个国内的大学生叫 Leo， 他画的。他是画的叫做三幅苓雅，他是非常吉祥的，是代表我们苓雅区叫苓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吉祥物，让游客很想象的空间。也许大家会讲说，这个羊里面呢怎么有三幅呢，又有小丑鱼，而是让我们的游客呢看起来开心，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是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就对，没有错。哇，太棒了吧！那接下来我要请里长带我进入苓雅村里面去寻宝喽。里长，请走走，拜拜。哇，我们看到这么多壁画，就是坐落在我们的卫武里吗？那我想说，这么多壁画，其实要进入到卫武里，一定非常的不简单。是。那我想请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当初这些壁画怎么会选在我们的卫武里？那跟我们就是进驻的过程是怎么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卫武里呢，它的位置呢就在苓雅区嘛，哈，站在一个地利，因为我们社区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面就是卫武艺术文化中心，是。那站在这个地利呢，我们又是属于一个老旧的社区，那为了要跟艺术文化中心接轨呢，所以必须要有所变化才能够连接起来。所以当初就是也是配合说有艺术文化中心在那边，所以才会说选在卫武里就对了。是。那过程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经过我们区公所陈区长，还有我们好几次的一个会议的一个研究探讨，认为在这个卫武社区的建军路这整排，如果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很大的墙面，然后整排通通
化成跟接近那个艺术文化中心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亮点。之后呢，就延伸到内部来了，这社区里面的各个角落都有，这样就是慢慢延伸到我们卫武里的就社区里头嘛。是。那当初跟那些其实因为都是彩绘在大家的那个房子的墙壁上面，那当初跟李明沟通上面会不会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当初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困难。那经过几次的协调之后，开说明会让他们知道，这个彩绘一进入到整个社区来呢，它的好处，多在哪里这样子，然后不停的就不断的一个沟通。沟通完之后，你们听的好像觉得也真的是那种感觉相当的不错，所以呢，大家呢就签上同意书，来着试着去画，然后一画下去之后，那种风格真的是让每位里面都赞叹，认为是真的是它的好处多，不仅是墙面的美观，重点它还可以防漏，所以呢，后来大家都欣然的接受。这个墙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建筑的外墙要进行的彩绘这样子，是它还有防漏的功能。对，那当然是有啦，因为它的漆不断的上了好几漆呀，所以它是一定的，而且又保护又可以保护墙面，然后对，然后色彩一注入之后，那个整个墙面都亮起来了。对啊，那他们现在应该想法都改变了吧？觉得说哇，我现在住在一个街头美术馆的附近，对不对？没有错。现在里面的这些的彩绘的元素注入到之后呢，里面的感觉认为它是不同的，所以他们都欣然的接受。现在目前几乎是100%接受，如果他要在他墙面画的话都 OK 的，甚至有的迫不及待说啊，里长，那我的墙面是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了？对，真的是这样子。未来也是会继续就找寻说适合的墙面继续画，就没有错。因为我们的最就是说的计划呢，是能够把卫武秘密村呢成为一个彩绘村，而且它是国际性的，它是有各国国家的那个艺术家进入在彩绘，所以它的风格是非常的不同的，将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卫武秘密村，也变成一个国际彩绘村。哇，我刚好听到一个重点，就是叫做国际秘密村。对，我就要请里长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秘密村。这个秘密村的典故也是蛮特别的哈，这是我们民政局局长张乃谦呢。他很特别，他突发奇想，他的构想啊。张乃谦局长他说，进入那个卫武里哦，感觉到说好像非常的一个迷人，又迷幻。然后重点来了，现在卫武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里长，对。然后他的名字呢又有一个邱秀迷，所以他就把那就把它分迷迷迷村。进入卫武里呢，既迷幻又迷人，所以是这样子的。里长又叫做邱秀明，对，这就是秘密村的由来。所以我们现在卫武里是不是就叫做秘密村了？对，叫卫武秘密村，大家都知道。哇，好可爱的名字哦！真的很可爱。那我觉得李明在就是每天生活在这么多壁画当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是差别很大。之前呢，因为这个社区呢，卫武社区是一个老旧的一个社区，已经30-40年的一个社区，老旧社区。那几乎以前还没有这种彩绘壁画进入的时候呢，每个人走在街道上面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几年来都是一样这样子吧。那后来这个彩绘艺术注入到整个社区之后呢，里面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跟以前是相当不一样的感受了。他们一出来就看到这些缤纷五颜六色的那种颜色哦，心情也特别的开心。我曾经也问过我们的李明，他都讲说，现在以前走出来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感觉，现在一走出来街道呢，看到这些彩绘呢，心情特别的愉快，也特别的开心，就是截然是不同，因为变美了，没错，而且变了一个很艺术气息，也提升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对，真的。那我想请问你讲说啊，就是是不是就会因为这样子变得这么漂亮，有吸引越来越多观光客到我们卫武里来参观？ 是没有错，好多年轻人哦，都带着家人、父母亲，或是情侣也对，又是情侣也特别多，到我们这边每一个景点去拍照打卡。真的是很特别，就越来越多。我们每天都看得到，我们很开心呢。哇，这个社区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多人来参观哦。我们自己本身也觉得很开心，对，应该觉得很骄傲吧。真的李明也会觉得很骄傲，对，认为住在这个社区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对。那我想请问说，里长是不是我们里面的李明还会自己当起导游，就是帮那些观光客介绍？没有错。现在李明一出来哦，然后就有一些观光客他要找
虽然是有 QR code 可以去寻，可是他对道路不清楚，在什么道路在哪里他们不知道。那碰到你们就会问，所以你们也很开心的跟他们讲啊，你们要找啊猫头鹰在哪里啊，1000块钱的在哪里啊，还有那些就是一些不同风格的彩绘在哪里，他们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他们讲，超级热情的，对，都很热情的去跟他们。跟他们这些游客哦做一个向导那种感觉，而且特别的好。哇，这样子其实也让，因为我们卫武里其实蛮多长辈在，是不是也让长辈说可以这样出来走一走，跟人讲讲话，其实对于身体跟心灵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那绝对的，那是绝对有相当的关系哈。像我们院子里面就是，以前还没有这个彩绘的时候，就一个人就静静的就在那边做这样子而已。现在不一样喽，现在呢有彼此交谈的内容。而且那个游客来呢，也会很主动的、很热情的去跟他们介绍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里长他跟我们区长这样子做的一个规划，所以才今天才造成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社区。好，主动会做一个宣导，还要主动的去跟他们介绍哪里哪里有好的东西，有好的那个彩绘图在壁画在哪里，蛮特别的，而且变得开心了。对，而且话题也多了。对，就是可以多出来走一走，不要说每天都闷在家里面啊，出来真的接触人群也很好。是。那我们看到壁画这么多幅啊，大概卫武里现在目前有几幅画？我现在大的墙面的壁画呢，大概有十来户哦。啊，然后穿梭在各个街道巷道的呢，大小的那个小的物件呢，也还蛮多的。所以你进入卫武社区哦，就是卫武咪咪村了，你就像寻宝一样，每一个角落都是亮点，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美丽的艺术品，这样子。包括我们上次也有看到说，包括连电线杆还有水管，水管都是纳在，对，都是艺术家把它纳入在创作之一，而且蛮特别，就就地取材，配合当下的那个环境，还有它的就做成3D 的感觉，对，没有错，没有错。哇，那这么多幅，里长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幅壁画？你印象最深刻的？可以说哈，每一幅画都有它特别的一个风格，每一幅画都好美哦，对。可是我是跟我们大家平常一样的人的，就是特别欣赏，因为我爱钱，所以对面呢有一张1000块钱的，我好喜欢哦。是不是刚好在里长办公室附近？对，在我办公室斜对面。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哎，我现在好开心哦，我一打开门就看到1000，我就领了1000块呢，我真的很开心呢，有招财的感觉呢。对对对对对对，每天这样子门口一打开门就有钱在门口。然后朋友就很羡慕我说，哇，真的好羡慕你哦，住在这个这么幸福的社区，而且每天门一打开就看到钱啊，真的很吉祥啊，而且又很吉利那种感觉。而且是不是还有可以那个做互动式，因为他刚好少画一个人。没有错，没有错。当初那个我们那个民政局张乃谦局长呢，他就是说请画家呢少一个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去做一个互动，就是参与在那1000块钱里面，也是蛮特别的，是目前最夯的一个壁画。所以现在就蛮。直到假日就会有非常多人在那边参观，是的，没有错。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假日的时间呢，那人潮特别的多，特别多，特别多，真的嘿，大家都对这种各国的创作艺术呢，都感觉到特别的好奇，也想来去看一看。而且走在卫武里的这卫武社区的这个咪咪村呢，也可以享受到异国的风情，因为每一画都不同的国家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品，所以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异国的那个彩绘。是，那么多国家的艺术家来这边画画，你这样有没有印象深刻？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我可能最特别的是有一幅画，7层楼高的墙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意大利的画家，他很奇怪，他白天呢大概有属于他的时间了，早上他不是早上画，他都下午到晚上哦，到晚上好晚哦。那一栋的居民哦，也特别的欣赏这个画家，因为他都打着赤膊，然后这样子画，然后很专心的是帅哥，重点啊，今天讲到重点的就是帅哥。所以呢，里面特别的欣赏。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呢，就是买一些我们的台湾小吃，请他吃。譬如讲我们现在所谓的大肠包小肠啦，或是肉粽啦，都是台湾的那些小吃。那个艺术家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就在这样彩绘的中间呢，造成一个互动相当的良好。
然后我们的李明珠还讲说啊，这个画家我们好帅，我们好喜欢哦，是不是都快爱上他？对啊，没有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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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 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李明也跟这个艺术家呢也产生一个互动非常好，也无形中也做一场的那个公民外交，对对对，这是真的蛮特别的。我们魏武里真的是越变越漂亮的。那我还有呢一个特别的地方呢要推荐给观众朋友，我们新春这几天呢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带您一起来看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区里小特派静怡。今天来到的地方啊，我们看到李明一大早就在忙碌，究竟他们到底在忙什么？我们就请到威武里的里长邱秀明邱里长来帮我们做解答。里长你好。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里长你们这样子哇，一大早就这么多李明在这边，到底你们在忙什么啊？哦，那个今天是因为过年快接近了，所以呢，我们这些里面呢，就一起共同来哦，把这个社区呢，营造一个非常像一个花海的一个气氛，让整个过年呢，让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或游客来呢，会感觉到说，哇，这个社区怎么这么的美？所以呢，他们就自动的来今天把这个社区呢，这个绿美化的工作呢，我们就一起动手把它完成。是，里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绿美化？啊，所谓绿美化就是说，社区也要一点绿意，有点花草啊的感觉啊，当然也包括它的环境卫生啊，哈，啊，这环境卫生绝对是没有问题。这一阵子呢，我们社区的环境卫生呢也是受肯定的。那现在是缺少一些草花哦，让它变成一个哦，像我们常常去看的一个花海一样。所以呢，今天就种一些草花哦，让它这个这一片的这个公园里面呢，呈现像一片花海一样，就感觉到会好美。是，里长刚刚看到你非常在行，很会种，不然你现在来教我怎么种好了啊，麻烦你，我们请走。哇，我们看到这么多花草树木在我们卫武里出现，那这就是呢我们说的绿美化。那什么是绿美化？我们就请卫武里的里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哦，所谓绿美化呢，就是把周遭的环境呢，把它绿化起来，花花草草呢，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整个环境看起来呢，你会很开心的。哦，就是把做一些盆栽、植栽，然后把那些草花什么之类的，把它并排成为一排，像整个花海一样，让每个里民还有说那个游客来呢，看着就很开心，进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社区这样子。说当初怎么会想要利用这些盆栽来打造卫武里的环境？因为卫武里本身在先天上它没有任何的绿地，所以也没办法说直接去种植，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袋公园而已。那周边的环境呢，就必须要靠这个盆栽呢来去把它加强。所以呢才当初的构想呢，就有些有罗马柱的一个双层的一个盆栽，还有一些矮的盆栽这样子，然后把它呢形成一片让人家看了就会很开心的那种花海一样这样子。真的看的心情都很好。真的我们知道说卫武里之前真的是比较老旧一点的社区，是是。那我想请问说，我们卫武里改变这么大，是不是都是里民一起帮忙的？这当然是不是靠到一个人的力量有办法的，一定要里民大家一起去协助这样一个处理这个周遭的环境才有办法这样子。那因为里民有感到整个社区已经就在改变，整个用颜色已经在翻转整个卫武社区，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的，从他们周遭的一个环境呢，也同时在做改变，所以他也知道，要让社区更美、更漂亮，要让这些外来的游客呢认同这个社区，一定要让社区更好、更美。所以呢，他们也投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绿美化的一个工作。对，那我想请问你讲说，就是我们卫武里现在已经变得这么漂亮了，那我们就说未来还有没有哪一些规划？像今年呢，我们会继续在卫武里呢，在不同的一个桥面呢，有不同的一个规划。所以目前呢，已经又有三四面新的一个雏形已经出现了。所以呢，在今年呢，我们会继续在卫武里呢，继续不管是国内的或国外的艺术家呢，会进驻再继续把它完成还没有画的一个墙面。希望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朝这个计划中在执行，就是把卫武里称为一个国际性的彩绘秘密村。好，所以让大家也都知道说高雄呢有一个卫武秘密村
啊，在国际上呢也知道说，在整个台湾高雄在宁雅区呢有一个咪咪村这样子。嗯，里长呢做得这么成功，李明一定有非常多的话想要对里长说。我们来看看这段李明大神功。李长你好，哦，我是卫武社区的李明啊。我今仔日吼在这个社区哦，真正有够幸福，因为阮的李长吼真好，做人足好，啊，而且以后咧做工课，啊，伊若有啥物代志咧叫伊要帮忙，伊拢做啊到，吼，哦，啊，所以阮这个李明哦，真敬重阮这个李长邱秀梅李长，而且吼，阮今仔日的社区会用啊一片的足水吼，就是伊带领着阮这个团队。发展协会、巡守队啊，到阮这志工团队，大家拢出来吼，斗脚手啊，把社区的巷仔内大路拢扫清气当当。所以，阮今仔日，开这个拜六礼拜吼，拢有一挂外客的人吼来这翕相吼，真正阮这社区吼，真正用了一片的花海啦，吼，真正有够水的，希望吼。有听到人，大家来阮这个社区来甲阮行搭，吼，真正足好的清气。今仔日我真正吼，真正感谢阮李长邱秀梅李长，甲阮社区用了真一个幸福威武的社区啊，赞！李长你好，哦，啊，我是迄个威武的李敏啦，哦，啊，好看李长吼。往遮社区往遐有够水的，足赞的啦！啊，阮吼啊，十五社吼，拢常常出来遮咧说咧看，我看哦，看从人家往遐看哦，人家成个人个大家吼，足新鲜，要走来遮看，看遮的迄个花花，袂了真正赞的赞！哦，你长你好，社区好，大家赞！你长啊赞！你做人真好赞！为社区为里面服务赞！啊对，你是永远继续连任的赞，爱继续十二月搁拼嘞，搁连任赞。哎，里长你好，我是卫武里的李明。这次哈，里长帮我们服务这个，我们觉得很不错啦。哦，然后大家看的都觉得很心情会很好啦。里长呢，继续我们服务，让我们大家都。很快乐的过一天，每天呐，啊，然后赞。李长你好，感我是维吾里的李明，哦，这边李长咱争取到这吼，真正让我足感动的，因为咱以前安尼搬来这大吼，真正足安尼足稀微的，啊，一个舅妈呢吼带动这人潮入来吼，真正让我很窝心哦，好像我们子女在都回来的样子，都很窝心。感谢李长吼，安尼啊，真正让阮安尼感觉这个环境改变这么大，让阮真正李长有够赞呢。李长你好，感谢你为我们卫武里哦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把我们家做得这么漂亮，哦，让我们的卫武里的社区的里面，多了一份很漂亮的社区，谢谢你为我们社区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赞。哇，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里明都是对我们里长大喊一声赞呐。那里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回应我们里明的？真的，刚刚看了之后，我非常的感动哈。我认为这样一个辛苦的一个付出哈，真的也得到的一个回馈哈，真的很美哈。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整个团队。刚刚我们里明讲过的啊，有志工，有巡守队，有发展协会，真的各个团队都进来共同的来营造整个卫武社区。所以呢，我真的也很感觉到说里明真的好贴心哦，所以。再怎么辛苦，我认为都值得的。真的看到李明都这么相挺里长，对对，都是很甘心呐、啊。真正甘心，真正甘心，我做感动，真的哈，安尼这样咧，而且付出呢，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回响哈，真的本身很感动，真的感动。那今天真的很开心，里长可以到我们节目中来，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里长来，谢谢里长，谢谢静怡，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在此呢，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啊！同时在此呢，呼吁我们亲爱的朋友，您过年呢新春的时候要走春呢，欢迎大家到我们卫武社区咪咪村来走动走动。谢谢你，新年快乐！是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要将一块平凡的插曲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阮照顾这片芋仔园，是阮逐天上重要的代志。因为每一粒芋仔，阮拢用心栽培，毋忘伫上着时的日子。